皇上，妹妹，我在这儿呢。妹妹，好，妹妹，我在这儿呢。来人，皇上，过来呀！妹妹，快来呀！别走，抓不到我。来来，我在这儿呢。皇上，皇上，过来，快来抓我呀！来呀，皇上，妹妹，快来呀！姐姐呢？姐姐你在哪儿啊？来呀！哎，快过来！皇上，快过来呀！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，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？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娘娘，这是皇上啊！您去哪儿啊？干啥呀？娘娘，这是皇上，您别吓我呀，娘娘。妙莲，你莫非受到什么惊吓了？娘娘，娘娘，我跟你说，别吓我。从小胆儿就小，这是哪儿啊？谁告诉我这是哪儿啊？娘娘，我手机呢？我钱包哪儿去了？谁把我穿成这样的？妙莲，你风言风语说些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别过来！我肯定是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全都是假的！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皇上！哎呦！妙莲，妙莲，醒醒啊，娘娘！皇上，妙莲，皇上，妙莲。方昭仪一反常态，是不是中了魔了？娘娘，快穿太医，是是。妙莲，妙莲，
皇上，赤梅荔枝解解忧愁。没胃口。皇上，哎呀，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冯昭仪醒了。快去看看。哎，行，娘娘别担心，御医说了，她患了污秽之症，宫中无人敢接近。那皇上不是已经去了吗？咱来看冯昭仪有何看不得？皇上，娘娘，我给您梳头，我给您梳头。娘娘，我给您梳头。哎呦，皇上您慢点。参见皇帝陛下。妙莲，你有什么起色吗？娘娘。皇上叫您呢，妙莲，妙莲，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